陳浩，先恭喜你得到小學組嘅冠軍啦！咁請問你得獎作品嘅題目同埋內容係啲咩？得獎作品個題目係《The Environment of Hong Kong》。我做呢篇文嘅目的係因為而家小學嘅環保教育知識都係唔夠嘅，我希望可以喺作呢篇文嘅同時，俾其他人知道原來環保都係好重要。咁聽起你都幾好喎！咁你最中意寫嘅係邊類型嘅文章，同埋點解？我中意寫故事，因為故事可以自己發揮所有嘅想像力咯。咁你通常寫完之後會俾邊個睇啊？同埋都係點解？寫完之後會俾補習老師睇，因為補習老師會話翻俾你聽你錯啲咩，同埋講解翻你有咩寫得好同埋寫得唔好。Okay, thank you, Andy. 唔該曬。